咁我 去到咧，我就想分享一樣嘢啫，喺埃及嗰度。咁其中一個聚會咧，本來咧就係計劃我去帶領嘅。咁但係咧，後來咧去到最後咧，啲時間又好緊迫。跟住咧就係、是，總之之前之後都好緊迫。咁啊，即係我嘅指示咧就係我有十五分鐘，即係本來係一個聚會咧就變咗十五分鐘。咁啊，呢個係因為當時嗰個環境嘅改變。咁喺好多人嚟講就話：哇，十五分鐘咁你做咗乜嘢呢？咁你即係做唔到，咪係咁易啦，做些少啦。咁啊，做完睇下點樣樣啦。即係好多人就會咁樣諗。但我就話我兩個心態：第一，如果做唔到我要做嘅，唔緊要，係咪啊？我成日都話唔緊要啊，你做終身就得㗎啦。你唔使一定要達到某一個效果，因為效果在於神，唔係在於我啊嘛。所以喺我嚟講咧，我就話唔緊要嘅咁。咁但係第二個意念就係、是，我亦都可以更加去盡啲，求神俾我聰明智慧更加去得好。即係兩種睇法我都保持喎，點解咧？因為我要保持輕鬆啊。如果我哇十分鐘，講咩好咧？聽唔明啊？好急啊，好急，反而人哋聽唔明，我心好急，反而唔得。咁第一就係話輕鬆啦，即係我唔需要咁大壓力嘅，輕鬆去做，就算達唔到我後想得到嘅效果都唔緊要。咁又第二就話靠住耶穌可以更加得到更多嘅，咁即係兩樣，即係我哋兩樣都可以有嘅。因為你冇第一個意念，個人就好大壓力；冇第二個意念咧，你就成日都話哦，係咁易啦，唔緊要啦，輕鬆得噶啦咁樣。嗱，輕鬆得勝就唔係咁解，輕鬆啊，即係係哈利路亞可以為神做大事咁嘅就唔係啦。好輕鬆啊咁啊，唔係嗰種輕鬆，唔係喺度瞓覺嘅輕鬆，係輕鬆地去服侍主。咁咧當時嚟講咧，我哋就即係應該係幫嗰個敬拜隊啊。咁當我哋夠鐘嘅時候咧，我望下係有一個敬拜隊嘅人喺度。咁你可能你第一個意念就係、是、哇，得一個人，咁你點幫到人咧？咁啊，佢咧嚟到即刻喺度猛咁喺度打鼓啦。咁啊，後來咧嚟多一個，咁嗰個又喺度猛咁彈琴啦。即係咧就佢哋埋即係投入喺佢哋嘅嘢上。咁好啦，就嚟夠鐘啦。咁啊，我做得乜嘢咧？兩個人做得乜嘢咧？咁即係在人嚟睇係困難嘅。咁但係咧，我就話總係可以去關心，總係可以關心。跟我講一次，總係可以去關心，總係可以關心佢，聆聽下佢。咁我就請一個人嚟翻譯啦，就同佢溝通下啦。佢兩個都係後生仔嚟嘅，即係廿零歲咁啊。咩溝通嘅時候咧，好特別喎，神咧突破喎。因為其實我都乜咩都唔知道，唔會有咩發生噶嘛。咁而呢個人同佢分享嘅時候咧，就即係當我翻譯嗰個人咧。佢就好特別嘅，佢有個經歷，佢就睇過《早安聖靈》咁樣書啊，睇完咧佢就經歷聖靈啊，即係睇咗，因為佢又幫佢翻譯做阿拉伯文啊，就用語言翻譯啊，翻譯阿拉伯文。咁咧佢就同我翻譯，咁咧就佢又話呢個後生仔咧都聽過嗰個錄音喎。咁於是咪呢個一個入口咯，我即刻問佢啦。咁你聽完個錄音有咩感覺？佢就話我好想咁樣經歷，哇即刻道門大開曬，完全唔同曬。咁啊，大開曬咁，我話咁不如我同你祈禱啊嘛，咁佢話好啊咁啊，咁啊呢個即係門大開啦。咁但係時間係幾多咧？係冇幾多，一陣間即係未聚會嘅，即係我係趁未聚會嗰陣時咧，即刻。咁啊，你知道第一，通常女性經歷容易啲啊，男性係難少少嘅。咁啊，而第二咧，有時啊，即係有時有啲人覺得哇，啲後生仔可能佢哋好有佢嘅世界，未必咁容易開放。咁啊，有時未必容易嘅，但係靠住耶穌就係讓耶穌做工。咁我就係幫佢嗱，我哋放鬆啦，相信神都愛緊你，祝福你，咁你放鬆嘅，投入讓聖靈臨在你身上啦，咁啊，咁啊祈禱咧，的而且確睇到佢就搖動得好緊要嘅，即係直情係好似跌咁啊，不過我又扶住佢，唔讓佢跌。咁啊祈完禱之後咧，其實已經啲人又坐入嚟噶咯喎，即係其實嗰啲人係我哋嗰啲人，即係我哋嚟嗰啲人，咁佢哋有多幾個嚟嘅，咁啊就一路即係。未係全部有幾個坐低，即係時間已經係好短嘅。咁我就問佢啦，因為經歷聖靈一定要，即係應該可以實問佢，讓佢知道佢經歷乜。咁我就問佢啦，我話你喺祈禱時經歷乜嘢啊？佢話：哇，好似去到第二個地方咁啊！佢就講話，佢話成個人咧，好似咧成個人好輕省啦，成個人好似去到第二個地方，非常之即係好。即係同我嘅諗法咧係好唔同啊，因為祈禱只係得好短時間，但係咧佢嘅經歷係好強啊。但係睇外面咧，即係佢係雖然
而好想跌咁樣，但係咧，即係都唔係話最強嗰種啊。但係咧，佢裡面咧，佢係經歷好輕省、好感動、好開心。咁啊，跟住剩翻嗰個啦。咁啲人已經開始坐啦，咁啊，剩下一陣啦，只不過未開始，咁我就即刻快啲捉住呢個時間，再為祈禱啦。呢一個咧就唔係好似第一個咁啊，係冇乜嘢特別嘅反應嘅，少少嘅啫。但係咧，祈禱之後問佢咧，佢又係分享，又係好似去到第二度咁啊，又係成個人輕鬆曬。佢仲話咧，佢話我之前咧嚟嗰日咧係好重擔，我仲煩緊啲嘢，跟住咧就成個人鬆曬。咁喺我嗰十五分鐘咧，我就做乜咧？我就請佢兩個出嚟啦，就請個翻譯，一路佢講乜就翻譯出乜嘢。咁呢個過程咧其實有攝錄嘅，咁我遲啲可以俾大家可以擺上網，大家可以睇嘅。咁咧佢就分享啦，嗰啲人咧聽到係好即係好深刻印象啊，好深刻印象咧，並且咧就即係過後都有不同嘅人話俾我聽，哇！真係好特別啊，聖靈工作咁快咁真實臨到佢身上。跟住咧我所講嘅咧，佢哋就好開放。即係我只係講十五分鐘，講一陣間啫。咁然後之後咧，完咗之後咧，咁我哋都全部嘅團隊都為人祈禱嘅。咁亦都佢哋又話：嗱，邊個你好想聖靈恩膏嘅，揾下葉牧師啦咁。咁而喺之後嘅祈禱，亦都係好多人咧係經歷到聖靈嗰個臨在。即係話十五分鐘嘅分享咧，都可以好大嘅分別，係咪？我希望大家都有呢個信心啊！當你做慣同埋你成日喺神嘅同在，又唔孭住擔子嘅時候咧，神可以大大使用你。求主幫助我們有信心，成日愛慕神，主理生命，有信心不要緊的，果效在於神，沒有怕，什麼都不用怕的，不死得的，輕鬆，但是又靠耶穌得勝的，行不行？一起跟我講一次，沒有怕的，不用怕的，不用背著這個擔子的，沒有果效不要緊的，但是靠著耶穌，可以充滿信心，大有能力，生命更新，去祝福周圍的人，大大發揮自己的生命，又大大發揮人的生命。哈利路亞，感謝耶穌。嗱，跟住再講埋落去啊，呢個同我其中一個幫我翻譯嗰個，佢咧，佢又話啦，佢話我睇完總安聖靈，即係佢翻譯啦，佢話我都唔知幾渴慕。咁我話我隨時一祈禱又有喜樂，又有一諗耶穌啦，裏面啲喜樂就湧出嚟噶啦，又神嘅愛又臨到我身上，神嘅能力又臨到我身上。哇！佢話你真係好啦，你真係咁享受真係好啦咁。咁我就話嗱，揾時間同你祈禱啦咁啊。咁啊，佢就好歡喜嘅。咁啊喺個晚上咧，咁啊佢啦，同埋我哋同房有兩個弟兄啦，我哋三個人一齊祈禱。咁咧祈禱咧，嗰兩個弟兄咧就點啦？哇！佢話舒服到咧～哎呀，好舒服啊！哇，我真係要瞓低下，享受下噶，即係兩個弟兄。跟住呢一個姊妹啦，當我即係呢個翻譯嗰個姊妹啦，佢咧就祈禱嘅時候咧，佢係好感受能力嘅。我幾時一投入咧，佢就即刻個能力臨到身上，即刻跌嘅。咁佢咧就即係佢係雖然佢未去到喜樂，但係咧佢係好輕省同埋好感動。佢話佢坐啊，企企下佢都我企唔到啦，成個人咧軟曬，即係神嘅能力喺佢身上。咁佢我就話你恆久去親近神，一定會祝福你、提升你嘅。咁我都希望大家珍惜每個機會，有時一下嘅接觸就同佢傾，傾完咧就有機會。即係我就係唔怕面皮厚嘅，唔怕人拒絕嘅，唔怕冇果效嘅，唔緊要。我試過好多次噶啦，都有人哋即係因為我同人祈禱成數萬計萬，即係以萬。即係我點講咧嚇，數以萬計嚇，好多人我祈過幾多人我都唔記得，但我會爭取機會，一有機會即刻捉住個機會同佢傾偈啦，關心佢啦，然後為佢祈禱嘅。咁咧而我亦都習慣喺聖靈嘅運作，於是咧就能夠喺有時好短嘅時間都幫到人經歷聖靈。咁希望大家有信心，有冇信心啊？你可以一步步提升喺呢個課程咧，你係可以逐步被提升，可以大大被神使用嘅。哈利路亞！你可唔可以啊？可以，你可以大大被神提升嘅。